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一期呢，向大家推荐一个打击乐的一个音源啊，这个音源也是最新版本的啊，它的音色和 loop 非常的丰富啊，就是一般的拿过来就可以用啊。我们可以先选一个预制啊，选一个预制 factory 有这么多啊，已经够很多人用了。我们可以选一个 odd meter， 选一个这个，然后按住下面这些东西，它就自动响了。它是一个 loop， 可以按不同的键。啊，大鼓群打的那个感觉。啊，不仅如此，你还可以去做很多的参数。这边呢是一个 crossfade 就是你在调到这边来的时候，就是大家不是看这边有两个吗？一个叫 low drum 和一个 high drum， 就是低音鼓和高音鼓这块。你调到这边来，往右偏，就往 high 这边偏，它的这边的音量就偏高，这边音量就偏低啊，反之亦然啊。你调到这边来就是纯的低音鼓，高音鼓就没有了。当然你也可以关掉啊，你不要它的话，你可以关掉。我们归位。然后这边是一些音色啊，就是一些调制的一些预制啊，你可以去改一下啊，在这种节奏型不变的情况下，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调好的一些效果。啊，这边是 ambience 环境的一个声音的一个调整，效果声音的一个调整。这个是 higher， 你可以让你的声音更高啊，越来越高，更像是一个低切的一个效果。哎，可以通过一些自动化的方式控制，让它变得更加的丰富有趣啊。这边是对形状的一个调整啊 ，shape 啊，是更柔和一些还是更生硬一些 ？motion 啊 ，fx 这边可以让它动起来。高频的这块 ，character fx 特性啊，你可以调整一下。但是低频，你在调的时候把这个给关掉，要不然听不出来。啊，你也可以用它的预制给你的这个一些预制啊。然后这边 style 是在这个预制的这个，就像一个文件夹里面的一个小的文件子文件一样，它的音色打击的这个节奏是不一样的。啊，都是非常酷的，非常酷。这个节奏你可以把它调整一下 swing 啊，这些可以加一些 swing 的感觉。如果速度是两倍，还是原速，还是降低一半啊，半速。然后这边是这个速度啊，打击速度，基本上我们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节拍来打的。啊，非常酷。做一些很古风乐其实也可以啊，虽然这个鼓它是经过染色的，非常有电的感觉，但是如果配上一些古筝的声音在里面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那么点这个中国大鼓的味道啊，中国大鼓的那种味道。好，这一期呢就和大家推荐一个这个 drums 的这个音源，是由 UGM 啊这个公司推出的，这个是最新版本的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